你给我打个样吧。打什么样？这个不是这个喝东西，你先试，你是。把视角给大神妞儿，今天我们沿着中轴线来到天坛公园啊，去找他旁边一个胡同里的豆汁店啊，据说是北京排行第一名的，而且我还找了一个地接替我去排了队，我们现在赶快过去吧。哎，一小袋，还你怎么才排这儿来啊？排队人多人多。我已经你不是六点就来了，我六点从天坛那儿排的。我这是那个卖豆汁儿的那地儿吗？是啊，你闻这味儿还闻不过来，打胡同口就能闻着这味儿，找回来都不用导航。哪有味儿啊？真能编。来吧，你瞅咱们这 VIP 的位置多好，这边是厕所哥 啊，这边胡同口，然后这桌子都还晃悠，也太朴素点了吧。你不懂，老北京胡同上流社会，我们都过这种日子，迎着朝霞是吧，在胡同里边有多少大爷大妈只能端着走。先来试试，喝过吗？没有过，但是我知道这东西是老北京的琼浆玉液，此物只应天上有，今天给您来尝尝。哎，您给我打个样吧。打什么样？这个不是这个喝东西，你先试，你是先干为敬，这样喝吗？最尊贵的客人要先干为敬。那我是不是还得打个圈儿啊？你得先自己干了，干完了之后咱们再说。客人，你怎么说？你想敬酒之前，你不得让客人先连？不是，那这些不配着吗？你先喝，好吧，特别好。你这贼酸，馊了吧唧的。馊，对，发酵的。然后这是只应天上有，这个。就冲脑门子，你知道吧？哎，旁边你看也有一家也挺好喝的，但他们家比旁边那家还要浓。你比如北京有很多哈卖这东西的，我感觉应该是最浓的，也比较稠乎。那这个东西跟豆浆有什么区别吗？不一样，完全不一样。你豆浆是磨豆腐的副产物，对吧？啊，就是你磨豆腐先把豆浆磨出来之后，你再点豆腐。一般人黄豆做的多一点。啊、这不是豆做的吗？这是绿豆，它是做什么呀？做绿豆的那个粉条或者是绿豆淀粉出的副产物。出的副产物、就是、对，那东西其实本来是要扔掉的。你做淀粉的时候，你要是沉淀出来之后，粉你要拿走，汤你不就不要了吗？这就是拿做淀粉那个过滤出来那个汤再发酵出来，就是生豆汁。现在都喝熟的豆汁，因为生豆汁味道更窜，就是又酸又苦还馊。这个呢，焦圈，这豆汁标配。你说这焦圈，这就是面、面完了之后要搁碱、搁盐，还得搁明矾。现在应该不让搁了，搁明矾味道能脆。哎，但是我看基本上都是大爷大妈啊。大爷大妈多嘛，他喝一辈子，喝习惯了。蘸一下吗？干吃啊？也可以蘸一吃，怎么都行。就没那么多讲究。没那么多，就穷人乐的东西还能有那么多讲究？那这不就这怎么越喝越酸的感觉呀、啊？这东西就是你趁热，它的味道还好一点；越凉，那个酸味越重。这个东西怎么看它正不正宗啊？你看它会稠一点。有的地儿那豆汁就稀了咣当，它放着放着它就沉淀了，上边你会结一层跟那个半透明的液体似的，这东西叫乳浊液，对吧？那就是放时间长了，放时间长了就坏了，那就没法喝了。你就说你作为北京人，你那个是不是每天喝这个吧？其实我也不每天喝这玩意儿，主要是因为家门口没有，这玩意儿大老远还得跑这儿来。今天多喝点吧。